我给你倒水，还有毛巾。慢点。你要不要我叫陈医生来，帮你看看？不用了，太晚了，会打扰到他。那你这样硬撑着也不是回事啊。小病而已。我做姜汤水特别好喝，我要不要给你做姜汤水暖暖身子？不用了，你也挺累的了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这样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做糖水，好好休息，等我马上就做好。飘飘小食堂今天正式营业，大家都是我的客人，好吧？请坐，各位。飘飘小食堂为大家开放，今天我们做的是为魏楚先生祛风祛寒的红糖姜水。我们需要姜，你们喜不喜欢吃姜啊？魏楚他喜欢吃块的还是喜欢吃条的呢？啊？魏楚喜欢吃丝儿，那就帮他切个丝儿吧。在等待的闲暇之余呢，我们应该干点什么？你们说。放点菊花，因为魏楚呢有点瞎，加一点红枣，红枣是补气血的。他平常你看脸那么白，一个男孩子太虚不太好啊。加一点红糖，红红火火，这五颜六色好看多了。没有味道，再加一块。这下一定够了，这么多姜跟佐料，做到极致了，好吧？哎，你起来了，尝尝我做的糖，好了。明天早上再喝吧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快快过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他叫宇宙无敌爱心超级好喝到爆炸红糖汤。真的，你快尝尝，你快点。明天再喝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你要不喝的话，我就站在门口被冻死。去吧，尝一口嘛，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好的，大家都说好喝。谁还喝过这种东西啊？有的是，我拿出去卖100块钱一口。哭了吧？嗯，好不好喝？好喝，好喝。我就知道，嘿嘿，我都没舍得喝，我尝了口我就赶快放那了，都给你留着，来，一碗都喝。
别了吧。别啊，喝了。不喝不给我面子，是不是啊？看不起人儿。怎么的，养金鱼？快点，喝了。这样吧，我拿着喝，回房间喝的呢。好。行啊，拿回去喝也可以。我那还有一锅，我一会儿连锅给你端过来。别了，没事。那我现在回房间了。菊花去火，姜汤去寒，这么一碗到底是治啥的？而且太辣了。